小燕子，明天就开学了，多吃些馒头垫肚子，才有力气军训嘛。食堂里的汤跟白开水似的，来，先喝点家里的滋补汤。吃完啊，再好好洗个澡。是啊，大学里洗澡可是要收费的。我太难了。我知道你不想开学，不如把大学想象成你的 idol。他颜值高，资源好，有文化，有内涵，还会做饭，每天24小时亲密接触。我好像又可以了。我家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，还有最好的未名虎。不就是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吗？我家清华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海淀医科实至名归。海淀医科，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，好大的口气！清北年岁相仿，实力相当，天作之合呀！CP 粉滚！我家中戏出的演员实力斐然，巩俐、章子怡拿奖拿到手软。巩俐、章子怡还不是因为我家老模子才出道的。我家还有赵薇、陈坤、朱一龙，整体颜值是你们中戏能比的吗？怎么就不能比了？我家中戏一套校服就能引领潮流，都是娱乐圈的半壁江山，中戏北电锁死。CP 粉滚！大佬，你也来控评啊？要你管？蓝二公子，不是我粉丝滤镜啊，我家爱豆在国际大都会上海，那气质就不一般了。哦对了，录取通知书就在我怀里，我给你看。上海要垃圾分类。我们有江浙沪包邮。上海要垃圾分类。外国人特别多，方便练口语啊。上海要垃圾分类。你赢了。你看北京上海的爱豆，有那么多粉丝吹，还被他们撕，我们这些小透明粉丝心里苦啊。你家爱豆是哪位呀？不吹不黑，我家爱豆背负着全村的希望，挤进前三，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？原来你爱豆是杨超越。我爱豆是浙大，整个浙江就带一所211，可不就是全村的希望。欢迎来到南大全球粉丝见面会。众所周知，南大就是南开大学嘛。谁说南大是南开大学？我觉得是南昌大学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南大就是南京大学。听我的，我说了算。南京哪个大学啊？不会是南京九香河文理学院吧？说完了吗？大家都是饭圈的人，应援色简称哪个能撞，专注自家，懂不懂？哎呦，南大一线牵，真是孽缘呐！你这小子平时一本正经，没想到也追星啊。范随爱豆，爱豆低调我也低调，那你继续低调下去吧，我走了。回来哦。趁怀秀帮做这个主题，我卖个安利好吧。你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未来科学家的摇篮，兰州大学骆驼驾驶证刺激又好玩，华中科技大学一校独占四个地铁站，爱丽斯顿商学院楚雨荨上了想点赞。这什么学校啊，厦大啊。喂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听 MP3？ 第一，你不叫喂。第二，你听得再嗨却不能分享，这边建议您与时俱进，探索更美好的数字生活。那亲啊，华为第七数字生活节厦门站好热闹啊。端木他带我去了数字生活节，还体验了华为终端云服务，原来数字生活还可以如此潮酷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个机器人真的能站在我面前。别搞错了，我是隔壁集美大学的傅小思，也是来体验数字生活的，谢谢。这次去厦门看 idol， 不但能拍些反图和 vlog， 还能参加 Digix 数字生活节。太好了，咱们多多产出，没准能当站姐呢。当饭头太累了，我们还是好好学习，闷闷考高分，把爱豆的数据做上去。没错，今天我以爱豆为荣，明天爱豆以我为荣。